康告曰：“唯命不于常，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”楚书曰：“楚国无以为宝，唯善以为宝。”旧范曰：“亡人无以为宝，人亲以为宝。”秦氏曰：“若有一介臣，断断兮无他计，其心修修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计，若己有之；人之厌胜，其心好之。不斥若自其口出，实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孙黎民，尚亦有利哉。”人之有计，冒己以误之；人之厌胜，而为之彼不通，实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亦曰殆哉。为人人放流之，秉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，此谓为人人，唯能爱人，能恶人。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，命也。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，过也。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福人之性，灾必待福身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交泰以失之。